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青蛙老师。今天青蛙老师要教小朋友们一首简单的绕口令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灰鸡，灰色的鸡。那这是什么？飞鸡，这是飞鸡，这是灰鸡，这是飞鸡。今天的绕口令是抱着灰鸡上飞机。你准备好了要和青蛙老师念着绕口令吗？我们开始啦。抱着灰鸡上飞机，飞机起飞，灰鸡飞。再来一遍。抱着灰鸡上飞机，起飞，灰鸡飞。小朋友们都学会了这简单的绕口令，抱着灰鸡